然，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挂在天上，但是可以看到大家呀，给大家温暖，也可以看到这世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最后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大梦三生，这就是梦游总的功效。小虎，你可知道这梦的寓意是什么？师父，我知道。最初得到的，其实也是最好的。哪怕回不到最初，只要心中没有执念，只要好好做自己，都是快乐的。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阶段，也有很多梦想。有的人喜欢无拘无束，有的人却喜欢海阔天空。你要记住师父所说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梦想，或是有多大的苦恼，你永远都要保持自己是一个小时候的心情，多不在乎苍生大地，明白吗？小谷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一辈子做师父身边的小石头。小果，灵气有余，但劲道不足。你现在身体还未康复，不适宜再领修灵剑。这样吧，师父再教你一套新的剑法，有助于你平时修身养性，对你来说也是有无害的。嗯，太好了，师父只释放一次。小谷，开始吧。嗯。师父，你看，那有一颗流星。要是每晚都能这样陪着师父看流星，该多好啊！绝情殿不是也有吗？那感觉不一样啊。对了，师父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十一师兄那样烧个土？